哎，我们下回空了可以出去拍照片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前面，最近，前面跟大家介绍相机来着。对啊，你真的你要赶紧的那个停止你那个相机购买相机了，你已经买了几个了，没事。已经对相机入迷了。还哎，对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你拍照真的确实还确实好看的。听到没有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？是的，我要给那个给他证明一下，他拍照真的还不错，真的很好看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你啊。